摄像头的拆除。一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，从下壳往上拆除八个螺丝，取下上壳。二，按住摄像头卡扣，取出摄像头。三，拔掉对应的电源线和接收机上对应的信号线。摄像头的安装。一，将电源线和信号线穿入摄像头卡扣孔。二，接上电源线和信号线。三，将摄像头固定到卡扣上。四，安装上盖，用螺丝固定。上壳的拆除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，从下壳往上拆除八个螺丝，取下上壳。上壳的安装，将上壳对准下壳，打上螺丝。桨叶的拆除，一，使用内六角螺丝刀拆除桨夹上的两个螺丝。二，取掉上桨夹。三，将桨叶取出。桨叶的安装。一，将与电机相同型号的桨叶安装到下桨夹上。二，将上桨夹固定。三，使用内六角螺丝刀固定。电机的拆除。一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拆开螺旋桨上的四个螺丝。二，使用内六角 3.0 螺丝刀拆开电机管架上的四个螺丝。三，拆除上外壳和上碳嵌板，拔掉对应电机电源插头和信号线。电机的安装。一，将相同型号电机 CCW 或 CW 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顺着管壁穿入机壳。二，将电源线插入对应的电源接口。三，将信号线接入飞控对应接口。四，用螺丝固定上碳嵌板，安装好机壳。五，将电子水平仪放到电机上，调整电机水平后拧紧螺丝。六，将对应桨叶 CCW 或 CW 安装到电机。机臂的拆除。一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拆开上外壳。二，使用内六角 3.0 螺丝刀或电机拆开上碳嵌板。三，拆除机臂上固定件上的螺丝。四，拔掉电机电源线和飞控上对应的信号线。五，拔出机臂。机臂的安装。一，将电机的电源线和信号线穿入机臂。二，将机臂穿入固定件。三，用螺丝固定好机臂。四，接上对应电机上的电源线。五，将信号线接入飞控。六，用螺丝固定上碳嵌板。七，安装好上外壳。脚架的拆除。一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将水箱固定件上的四个螺丝拆除。二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将底壳固定件上的四个螺丝拆除。三，拔掉对应的脚架碳嵌管。脚架的安装。一，将新的脚架碳嵌管穿入到水箱固定件和底壳固定件。二，打紧水箱固定件和底壳固定件上的螺丝。电源线的拆除。一，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拆除电源接头上的四个螺丝。二，拆除上外壳和上碳嵌板。三，拆除对应电源线接头上的硅胶。四，
使用十字螺丝刀拆除电源接头上的螺丝。电源线的安装：一、使用十字螺丝刀固定电源接头上的螺丝，注意电源线正负极。二、涂上硅胶。三、安装上碳嵌板和外壳。四、使用内六角 2.5 螺丝刀固定好电源接头上的四个螺丝。水泵的拆除：一、拧掉水泵上的电源接头；二、使用内六角 3.0 螺丝刀拆除水泵上的四个螺丝。拔掉水管，取下水泵。水泵的安装：一、使用内六角 3.0 螺丝刀将水泵固定到水箱上，接上水管。二、拧上水泵电源线。喷头的拆除：顺时针拧下喷头。喷头的安装：一、依次将喷嘴、防水垫片、过滤网放入喷头；二、逆时针将喷头拧紧到喷杆。